我用不敢上去。这边有在冒疫情啊，这边啊。北二桃跟北部现在又在狂冒。他是明那艘渔船。对啊，终于拍到他点灯了。在车站睡得好舒服，觉睡到五点。因为昨天车站那个有夜班站长，因为车站有大夜班的心情，然后有站长在，事情丢给站长去做就好，或者负责开关站。
那个检，你那个保证金一个月大概多少？3万多。没人多。那工作应该很屌吧？其实也还好。只要学那个站而已吧，还是关美线里面关。关美线，然后还有要测设备啊。他把自己关在里面。但那是把我自己关在车站里面，关。哈哈哈哈哈。不然呢？那继续坐在那里。开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蓝色那个。查到他的日期了，他工资有写。刚才讲是2010年下。穿上铅笔中了，以前不是绿色的，嗯，只是它的油轮是黑色的。Center.